这几个年纪的女人有情有味，很舒服。女人在什么年纪，那么也会给男人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味道。处在这几个年纪的女人会让男人感觉很温暖。你身边女人处在什么样的年纪，她又带给你什么样的温暖呢？第一个，20岁的女人任性。女人步入20岁的时候，通常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她。而这个时候进入爱情的女人会比较任性，会很想让男人处处让着她，处处都为她着想。当然，男人多半也会宠着自己身边20岁的女人。第二个，25岁的女人温柔。到了25岁之后，女人的内心已经比较成熟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她也不会再任性，而会因为生活的磨砺，让自己的性格逐渐变得温柔。很多男人也会很喜欢女人处在25岁的时候。第三个，30岁的女人浮躁，因为已进入30岁之后，这多半已经步入家庭，而因为步入家庭的2-3年时间里，会因为生活的问题变得矛盾百出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内心会特别浮躁，更容易让男人生出距离感。第四个，35岁的女人风韵，女人进入35岁之后，这生活事业也多半已经步入正轨，而当下的女人在双双得到满足之后，会变得很有女人味。虽然身材不像当初那般窈窕，但是这风韵的身材同样会博得男人喜爱。你身边女人若是处在这4个年龄中，那么她一定会有一种你喜欢的理由，无论哪一种都会让你迷恋上。你身边有没有处在当下的女人？